他强任他强，东皇加张良。大家好，我是豆豆。许多人还不知道黄忠该怎么出装，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，千万不要错过，错过你会后悔的，兄弟们。黄忠可谓是王者峡谷中最有特色的一个英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有炮，有炮攻击距离就远，范围就大，并且还可以群体攻击，可谓是超级给力。那有些小伙伴就只玩不好他，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你的出装和铭文不对。那么今天我就给你们推荐一套超级暴力、超级能输出的黄忠。当然出装和铭文我们都会留在视频最后。接下来我们进入实战。我们已经把对面的人员逼进了塔内，对面辅助上前，我方的辅助也上去对抗，我们就在后面输出。但是我方的辅助快扛不住了，马可追着他那是一顿乱打，不过这也给了我打他的机会。第一技能加速，一炮回头瞄准辅助，砰砰两炮，二连击破。这回我方的辅助立大功了。这波对面的人员见我方的辅助不在，就想要二打一了，想取我的项上人头。首先对面的辅助冲了过来，大招一放，我减速了，我一边往后撤一边攻击他，两个暴击175金币到手了。然后就只剩下了射手，他大招撤离还是没有能挡住我的普通攻击。这波我们自己一个人又来了一个二连击破，这回对面的阵容又不一样了，因为对面的打野来了，追着我那就是一顿乱打，我砰砰两个普通攻击他就没血了。之后就是这个射手，你好生猛啊，扛着塔还敢跟我打，一个普通攻击我们二连击破。前两波兄弟们都是闹着玩，从这波开始我们才是真正的超神。来到对面的野区，看见打野不要虚，直接普通攻击，十二技能没打到，我们回去踩雷，地雷一爆炸，露露直接坐了飞机，之后砰砰两枪，辅助回家了，马可波罗过来甩了两枪，我砰砰砰三枪三连绝胜。之后中单也来了，真热闹啊，技能大招都放了，还是抵不过我的啪啪两枪。你们说巧不巧，这一波还是在这个地方，我准备回家，露露来了，二话不说直接普通攻击他，他也追着我打，但是他撞我枪口上了。之后就是辅助，同样三枪，这回中单也来了，这大招放的歪哪去了，两枪把他消灭，射手亮相了，我们一个闪现，他也交了闪现，扛着塔我们也没追上，所以这波我们只拿了一个三连绝胜。从现在开始我们基本上已经属于无敌了。带着辅助来到中路，看见对面的辅助直接开打，放个大他还想溜，我天下无双，法师交了闪现，我同样是二连击破，我开个大招，对面的射手也只能走出我的圈躲避。无敌之后这又让我拿了一个红，那更是不得了，看见中单砰给他一枪，砰再给他一枪，两枪秒他。辅助你也想跑吗？同样也是两枪，射手还在塔内，我们同样不能放过。最后是露露，你贴脸你也打不过我。最后对面的程咬金来了，不要慌，我们可以和他刚，他现在在我眼里已经不肉了。果然三枪200金币，让他坐着飞机直接回家，爽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对对面发起总攻了，来到对面高地的面前，对面的人员马上就要出来，我找个地方大招一坐，先轰的就是对面的射手和法师，直接二连击破，然后再轰纳可露露，一个暴击三连绝胜。接下来我们不要停，来到下路又看见了对面的射手，给他两下子四连超凡，然后我们再赶紧回到中路，又是这个程咬金一枪打残，两枪拿下，又一个五连绝世，这局比赛真的太爽了，兄弟们。好了，对面又已经团灭了，这局比赛大局已定了。接下来我就公布一下这局比赛用的铭文和出装，仅供大家参考。谢谢您的观看，期待您的关注。我是豆豆，我行你也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